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成龙啊，也就是瓦龙对大口的比赛。大口这把用的也是自己的招牌人物哈，瓦龙用的也是自己的招牌人物哈，不吃火我，看看两个招牌人物谁能赢啊？牵制打得不错哈，过不去，距离拉得好哈，你过来我就打你，发一个扇子牵制，呀，哇，其实这个反应好快啊。大口想出来哈，但是不敢轻举妄动。好，晃咬九伤，还是无法近身哈。这个牵制这么好吗？宇宙级的这个草地精呢？好，下逼站逼，哇、哦，想裸杀哈，想杀了。好，站逼牵制，看看谁能拿下。哇，可以哈，刚好是赢了一点点啊。下低，好，发一个精英眼泪，好，看看怎么得，哎，风险风险，我去，感觉打了一把酱油啊，来看看大狗哈，用我龙的女人来打我龙啊，哎，蹲低，继续反摇拳。发扇子啊，继续发哈，发波牵制，我去，牛逼啊，这个跳波时机刚刚好哈，接了一个超杀，有点料啊，哇，好狂野啊，这个衣服啊，还是衣服穿的少一点的这个不识火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啊，空投发波，发波，继续发扇子，压不住，滚，这个落地挺快的哈。好，继续牵制，哎，来了，我去，我以为要接超杀呢，好，爆气了。感觉大狗玩什么人物都挺有观赏性的哈。我去，这一波直接确认打残，我去。火龙的女人被这个大口教育了呀哈，这女人玩得更好啊。好的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关注，羞羞不会走丢。